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真欢喜又搁加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，啊加四点，伊阮有小弟阿宏陈坤，加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啦吼。来，首先咱来看这个政治新闻啦。这个蔡诶吼，啊要拼，就是讲蔡爱拼，拍拼啦。啊，那么拼未吼，吼受气啊啦，吼灌爆伊诶这个啊面书安尼啦。哦，这个蔡就是蔡英文啊，哦，所以咱个看吼，有一挂真正无理性，真正无理性吼，所以咱台湾啊个是民主，真正无诚实，真正无诚实，哦，所以无怪啦，啊无怪咱台湾人过去宏观遐尼啊侪年，就是拢安尼生来，安怎讲？无诚实吗？无诚实啊呐，你对待事啊，就乱乱骂，啊乱乱来啊！啊，若敢安尼生，社会就有一挂看法，也会算安尼啊，就引起啥？引起人个不满呐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来，咱来看内容啦吼。伊这是
中国时报台北报道，前总统陈水扁又以中等，那么民进党哦，前主席蔡英文一挂爱拼啊，那么而且一挂这个话就对了，伊讲哦，爱努力争取社会的这个谅解啦，这无唔对啊。啊，这无唔对啊！伊咧讲这句话，啥啊无唔对？你敢知？因为唔是干那讲民进党的立赢的啦，对唔对啦？迄无所谓，那立赢的甲民进党，迄根本就对变啊，都那就那就什么谅解唔谅解，对唔对啦？啥啊讲爱社会谅解，就是有一挂对阿扁啊不满，或者是讲伊做了唔对代志不满的。这些人啦，伊讲这句话无唔对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伊讲的是哪呢？蔡英文讲爱努力争取社会谅解，诶，这个主张啦，无唔对啊。阿扁啊，都爱和无满意的人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对扁啊未谅解的人，你爱对遮啊来着手嘛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若甲绿营，绿营哪有啥物问题啊？啊，本来伊就支持伊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甲看绿营嘛无全部支持伊个，敢若因过去民进党个人嘛看法嘛无同啊，吼、哦、对不对啦？莫讲个孙安尼啊，社会其他个人啦、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咱爱了解讲，讲话个人讲个对啊，甲唔对啊？哦，咱即嘛是先分析安尼啦。所以伊引发大批停兵啊人士不满啊！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啊，你来看停兵啊人士对甲唔对啊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嘛，使讲我定来咧讲，咱台湾哦，绝对安怎？绝对会搞闹落去啦！你做你讲啊，甲要反社会去战争啊！哦，甲要反社会去战争，像这种的无理智哦，一直安尼生落去，包括啊，咱国会。哦，这个立法院的，若要无理性啊，定来要安尼乱落去，到尾啊，台湾爱倒，台湾爱倒啦。安怎讲？大家有诶看诶未侪，大家都移民诶移民啊啦，对毋对？啊，过大陆诶过大陆啊啦，啊你甲想，啊剩诶咧，啊剩诶都一寡歹一个伫诶遐，对毋对啦？啊，啊人诶生理人都走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那么的时阵啊，这个纷纷哦，灌博出来的这个民书啦，不是干那哦，有数百网友吼留言啊来呛声啦，甚至有人哦吼怒批这个蔡英文啦，哦，就是通篇伊的这个废话啦。那么通篇的这个废话，咱稍等下来看，倒一个讲，公平正义化解啦。什么叫做公平正义？哈、啊，伊即嘛是咧讲蔡英文过去啦，吼、哦，讲公平正义啦。啊，当然咧啦，啊，你过去讲诶，人当然会甲你夹饭时嘟鸟嘛。哦，你讲对毋对啦？但是伊蔡英文咧讲诶即句有，即句诶时阵，努力争取社会诶即个谅解，有理也无理，即绝对有理嘛。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无理的人，伊就安那，就干那断章取义啦，尔嘛。你讲对不对？嗯，伊哇、哦啊，你的孙安尼啊，蔡英文安那都安怎过去？啊，你安怎选总统？稍等，咱来去讲着，对不对？来，咱来看，继续。停出来这个暗战呐、啊，哦，停变啊，都批废话啦。哎，你敢想？所以我有讲无？这个网络啦，按赞啦，按什么遐啦，这引起社会的对立的，的对立。啊，佫有一挂我有咧讲，伊若要乱安尼念啦吼，按赞啦，按什么遐啦，我甲你讲，伊会损害人的这个名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伊这种拢真危险，拢真危险，吼、哦，莫去拄着，吼、哦，拄着伊就啊。伊就阁点样挨挨杂杂啊啦，哦，对唔对啦？
啊，那么面对拼中党民进党的这个争议吼，蔡英文前讲伫个全大会进全大会前，伊有表示啦，伊讲陈水扁家己吼嘛爱多做一寡拍拼啦，吼、哦，争取台湾社会对伊的这个啊谅解，啊甲重新认同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讲的对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有啊，有理性的，啊嘛好，别人都无理性，你干呐？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？那么，伊蔡英文是安尼讲安尼，意思就是讲，唔是干呐，咱得赢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部分啊，我拄仔咧讲的啊，像阿宏啦，无满意的啦，啊，你要安怎？啊，你若无甲阮讲迄款的，讲到阮安尼。平心静气来讲，你阿扁啊，当然阮会不满啊。啊，干那恁得赢的，满意有啥物路用嘛？是毋是安尼？社会敢会平和？敢会和谐？无法度啦。你讲对啊？唔对？啊？啊，那么随后，凭借这个民主个人。一页面顶头留言呐、啊，吼、哦、蔡英文呐、啊，吼、哦。那么完整啊来陈述伊对拼中党民进党的这个主张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说落去，遮个难呢，对不对？若无民主的时阵呢，啊无写难呢，啊个无要紧啊，吼、哦，啊个有几个啊都搞不清楚，都点么？哦，点诶时阵安尼骂，但是你怎啊民主一个民主一个写出来安尼，啊，即落证据啊，你好啊，即个这篇诶即个文章发表了后，哦，虽然有上万诶即个网友啦、按赞啦，哦，即落是较理性啊，啊无理性诶咧，数百都转载啊啦，就是讲有人讲赞，就赶。都会算啊，甲转载就对啦。所以嘛，在我定来咧讲吼，这种的网络吼，你爱用了对啦，吼、哦，爱用了善啦。你若要用恶的，我甲你讲啦，社会国家就乱糟糟啦。随后，凭伫个民主个人哦，但是吼、哦，停变啊，这个人数吼、哦，随即就伫个网络顶头互交吼相约。到的时阵，安尼啊，蔡英文的这个面书顶头啊来呛声啦，吼、哦，呛声什么？吼、哦，呛声无偌久的时阵啊，听出来这个网友嘛用力哦赞声就对个啦，啊你家想，啊，啊你家想，用出来甲用变的，用变啊。我跟你讲，凡是拢是民进党的人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对不对？听的时阵安尼啊，立赢的人啦、啊，所以你也看，家己抬家己啊！吼、哦，你讲对不对啦？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像阮这，阮也嘛不爱插，阮也嘛不爱去按赞，不爱去按什么啊？对不对？啊，有一挂就是安尼，疯狂啦、啊，疯狂，你听有无？是不是？都一挂这种人啊！啊，你想，像阿红这种人会去加按赞，会去也袂啊？你讲对不对？都无需要嘛？哦，啊，你家想，那是，这个、这我伫讲的，这拢是立赢，啊，你家想，是不是立赢太立赢啊？哦，你讲对唔对？都教家教啊，对唔对？家家妈妈好啊，你讲是嘛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我感觉有这种人，哦，对唔对？伊也无写讲我的时阵啊，恁妈是杀人啊，对唔对？哦，啊，我妈是民进党的啦，我妈是立赢的啦。我嘛是国民党诶啦，我嘛是无党无派，敢有安尼无啊？对毋对？所以阿宏伫个报告新闻，阿家伫个讲遮个即个新闻，伊即个内容气味，就是甲咱听阿宏听会下诶人啦。当然，咱听袂下，你著走啊！你讲对毋对？你著无爱听嘛？对。你若听会下，就是讲阿宏会甲大家分享，虾米是对诶，虾米是毋对诶。啊，大家吼，唔食安怎？唔食的时阵安尼啊，知识会增悬嘛，对不对？会增加嘛，
是毋是经验毋只会较快嘛？哦，你讲对毋对啦？啊，所以我是啊，阿宏，我本身伫报新闻，我无爱照伊安尼报，对毋对啦？你国民党嘛是同款啊，有瑕疵的，有迄、那个我嘛是安尼先解释啊。啊，你民进党的同款啊，对毋对啦？我著徛在比较的，我唔敢讲真公平啦，对毋对啦？徛在比较的较客观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对毋对啦？哦，安尼先的时阵，你来听我报告新闻，看我的节目，安尼你才有意义啦。对不对啦？大家互相嘛，吼、哦，人讲的时阵呐，互相的时阵呐，知识的是小交换嘛，吼、哦，你讲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当然就钱啦、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那么咱过来看这个标题，就是讲无饼好问。好，蔡英文门票就对啦，你批蔡英文啊，是安怎我就能选总统啦？这不是安尼先讲法啦，这袂使吼。老实讲的啦，菜刀人讲的是安尼什么？德国草倒菜刀啦，乱来就对啦。像这种就是乱来啦，爱分清楚，饼对的所在，饼唔对的所在，爱分开讲。那像讲的这个人就是安那，就是德国造菜刀啊，俗，较早俗语咧讲的啊，德国造菜刀就是乱用就对啊啦。来，来甲看这个是啥人？哦，停兵啊前，北社社长呐，陈昭珠，应该这个是女性的款，吼、哦，陈昭珠应该是女性的。第一届篇的这个文章下。老言啊，吼、哦，开头就批啦，蔡是语言只求四平八稳啊，争取中间的这个认同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咧讲通篇是废话啦，唔是啦，啊，黄仁咧讲，都伊的这个，假算讲，伊的这个主题名称，我有赞同嘛，对唔对啦？啊，那到安尼，阿宏就一个啊，对不对？我看看阿宏的节目的人，我看样啊，加加减减，样啊有同感才对啦。咱即马在咧分析讲对唔对，好歹，安尼知影无？哦，唔管你倒一档，唔管你倒一档咧讲的，对不对啦？所以伊开头就批啊啦，就是这个。进前北社社长就对了，啊，你甲想，像这种的无理智的人，阁会做甲社长？啊，那伊的社员，我看，同款跟伊安尼啊，对不对啦？嗯，啊，都头安尼，嗯，啊，脚嘛会跟行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甲想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那么平时蔡英文呼吸着病啊？做司法迫害的这个事实啊，啊迫害就是就立言啊，恁家己咧讲的那尼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哪个安尼司法的这个迫害？啊哪个安尼官啊龙啊来的人，唔就拢司法的这个迫害咯？对不对啦？所以伊咧讲的这句话就唔对去啊！啊，伊变啊受司法的这个迫害，伊那安尼龙啊来啦，你什么食毒的啦？对不对？爱算安尼诈骗的啦，对不对？杀人的啦，强奸的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这拢唔用司法撇开。然后你讲对啊，唔对啦？这完完全全唔是安尼先讲法啦，对不对啦？后来咱休困，阿芳啉一下茶，稍等下，再搁转来啦吼。哎，我看。来，好啦，无阿宏的心声搁甲断落去啦。
阵阵小雨阵阵落，啊，甲身躯湿透透，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要落雨，这款的凄惨日子叫伊怎样度？回去故乡，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。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惊无？阵冷风阵阵寒，予伊感觉心也寒。伊故乡在对面山坡，目睭紧紧看。黄昏时日头渐渐对落山峦边。等待月娘出来的时候，要来问伊，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惊无？阵小雨阵阵落，啊，甲身躯湿透透，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要落雨，这款的凄惨日子叫伊怎样度？回去故乡，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。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惊无？往回南行的
情就破个情。怨叹路星心残影，秋风如人心。
后来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。咱即马说这两个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时两点啊，到四点。伊原由小弟阿宏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啦吼。来，咱政治新闻，啊，就是蔡个蔡啦吼，要拼啊吼，啊来拍拼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变卖吼，气甲灌爆伊个这个民宿啦，啊，你甲想？也嘛出来，大家认为讲，吼、哦，伊拢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上个理性诶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啊来分析。那么凭这个前北社社长吼、陈昭珠，伊凭伫咧讲出来吼，忽视着变啊，遭受司法，而且迫害事实的，啊，对唔对？啊，你讲的够事实，哈、啊，绝对涉大堂。哦，收地案，伊个即个民进党新系大佬洪基昌，甲吴乃麟第一个时间啊来上庭啦。啊，伊这吼，毋着甲尾啊，当然啦，伊即马敢若伊即个人，即两个人敢若已经判过定刑啦。啊，定刑吼、哦、是定刑哦，但是唔知倒一个啦，我看看都袂记，阿宏记忆有够歹哩，吼、哦，有咧讲要搁重新，要搁重新，啊来调查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啊来调查。所以有当时啊吼、哦，有一挂人吼、哦，讲话拢讲了伤紧，啊这吼、哦、这个。这个北社这个社长吼，伊在讲，唔是讲了伤紧，伊原在讲的话，拢无迄个理智，吼、哦，无迄个理智，所以我讲真奇怪吼、哦。啊，像有一挂人，智慧唔是遐尼啊好，讲话唔是遐尼啊婉转，对唔对？啊，讲话拢唔对，啊奇怪，哎，伊拢会做一挂头人、领导人，我感觉真奇怪。啊、我感觉真奇怪。那么，伊还阁质疑啦，吼、哦，变啊八年无吃，而这个政治现金，若是有清廉，伊的这个质疑，吼、哦，啊，若是分享其中14亿外的这个所有民进党。公职遮个吼，是毋是讲嘛是应该受质疑个？我阿你讲，参像即个社长咧讲个，我拄则讲无理智咧，安怎无理智？有个真真正正毋知影讲是变啊贪污来个啊，对毋对啦？你跟他讲，啊当然啦、啊，伊贪污来，伊钱都慷慨啊，你讲对毋对？啊，即个完完全全是。百姓辛苦钱啊，对唔？我咧管伊啥物啊？管民进党诶，有通好诶时阵安尼啊，经费啦，啥物？阮民进党会当愈壮大愈好啊！我管伊去啥物物啊？对唔对？有诶，确确实实毋知影讲伊遮钱是不义之财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有无有啊？对唔对啦？啊！你讲的时阵呢？你北市啊社长啊！你讲啊，那安尼先，阿边啊有贪污唔对啊？对唔对？安尼来讲啊，用判刑啊！啊，那恁家的时阵呢？有摕到边啊的钱就对，敢那也对啦，敢那即个
这个上，这个五色金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甲这个因查某囝，吼、哦，但什么呀？哦，我记得有够歹啦，都迄个孙阿娘牙医的这个啦，吼、哦，嗯，大家嘛有摕到阮老爸的钱啊，啊，你甲想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伊讲这句。有利无？一方面有利啦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阮老爸啊，提钱予恁去竞选的啊，啊，恁拢的时阵啊，阮老爸有安怎啊？啊，你拢无对阮老爸啊，吼、哦？啊，来无听阮老爸啊，对不对？安尼来讲啊，但是你爱看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换阵这贪污的，啊，贪污的真真正正。啊！你搁听，啊，讲真错，听的人都无你伫啊嘛。虽然有啦，无毋对啦。你有温情伫我遮啦，但是温情还温情嘛，对毋对啦？啊！你犯着犯，你犯着的啊。啊！你甲看，倒一个有诶，就是安尼生啊。倒一个无听阿扁啊，头一个嘛是拢听啊，对毋对啦？到尾啊，人讲嗯，啊就。伊的孙阿娘判决的孙阿娘，已经的孙阿娘都，咱这边人讲就是，已经的孙阿娘，三审的孙阿判决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事实啦。啊，人就看讲啊，有影咧，无法度通挽回啊，对毋对？嗯，啊，伊就嗯，啊，伊确确实实即马就咧用关啊。啊，你要讲安怎？啊，你逐个讲，啊，伊就受司法迫害啦，伊是无罪啦，啊，无罪哪会去关伊？啊，你去关，要人讲伊无罪，对毋对啦？所以有一挂人无理智，就是一只，对毋对？啊，事实就是事实，无你免嘛。对不对啊？所以他在说就是说，啊，大家都有拿到阿扁的钱啊，阿妈说那钱是黑钱，你敢对不对啊？我会认为啦，有部分的啦，不是全部啦，对不对？有部分的是黑钱啊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嗯，啊，所以有的就是这样，像有的去到赞助的人，他如果没你在，他就停大底了嘛。对不对啦？伊嘛是反倒转来讲，阿扁也是无罪啦，阿扁也是受这个司法的迫害啦。伊就讲安尼啊。啊，若个有理智的人用啊，这钱，我嘛唔知讲阿扁也是安尼来的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咱人一定安那心胸要有良心啦，对不对？唔是讲你安尼都会算啊挺大底啊啦。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咧讲的时阵呢，哦，而且蔡英文那是无阿扁啊，予伊立委会的这个主委，无分区的这个立委，行政院的这个副院长，哦，三张入门票，如何会当取得2012年大选的这个立场观呢？这种的不是安尼先讲法啦，不是安尼先讲法啦，因为这种的讲法就是安那，较早时代啦，较早时代就是安尼啦。哦，你皇帝安怎？哦，啊，就迄落啊，对不对？即马唔是啊，即马社会是公理的社会啊，你讲对啊？唔对啦？啊？啊，较早毋是啊，较早你听我，无论安怎，我都做听你大底啊。但是即摆毋是啊，对毋对啦？较早是迄落什么封建时代啊，皇帝时代啊，即摆无共啊。即摆总统拢会当换啊，是毋是安尼？皇帝拢会当换啊，无共款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
那么这个风蒙古撇开公平正义化解了，可能迄阵啊蔡英文有讲这个公平正义啦，啊迄阵啊阿扁啊迄阵啊都还未判决，还未定刑嘛，对不对？还未起诉的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落尾已经都无多人。无法度人搁转移啊，啊，着事实啊，对毋对啦？啊，所以伊认为蔡英文伊讲啊，按着防判决着事实啊，啊，事实着爱以事实咧，即个来做啊。所以伊毋则讲爱，爱是哪样拍拼求社会，才是哪样人事处置的是哪样。啊，来谅解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伊讲安尼就无唔对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人伊也无讲的时阵呢，哎呦啊，爱处置立赢的吼，伊这个谅解哦，对不对了？人伊无安尼，所以嘛，使讲伊这拢无咧想啦。人伊是咧讲，无支持阿扁啊，只个啦，你爱或者吼同意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来谅解啊。我来讲安尼，对唔对？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八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八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，另外一位网友留言，直指啦，就是在讲啦，边岸证据不足，栽赃为证，哦，那这种嘿。对不对？啊，像为证，对不对？像为证，哈！啊，那安尼生阿扁啊，做人嘛真失败呢，对不对？人的孙那呢，无孝的孙那呢，为证罪，对不对？哎，为证罪真重呢，七年以上的呢，真重呢，对不对？哈！也的孙那呢？无想讲，伊若违章的时阵，安尼七年以上的这个罪行哦，对唔对？啊，你阿扁啊，你做人是毋是真失败咯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若到安尼先，当然了啦。袂用同情的，都这嘛是算必然的嘛？你讲对唔对啦？什么阿人处境足济啦？但即嘛这个。这个罗素如不是同款，嘛是先甲压起来啊，对不对啦？都不是干那压扁啊那呢啊哩，对不对？啊，司法我进前我嘛是咧批啊，对不对？无证无据，你是要哪个申请的时阵安尼，法官的时阵安尼共拘押，啊，伊家己就讲的时阵安尼，证据还佫唔知影啊是安那，伊佫要共申请法官来拘押。我就批啊嘛，你讲对啊，唔对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那么明显是政治事件啦，什么叫做政治事件？迄是你家己讲的啊，栽赃为证嘛是你讲的啊，边岸证据不足嘛是你咧讲的啊，阿人处境嘛是你咧讲的啊。明显是政治事件，嘛是你咧讲的，嘛是你这社长咧讲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哈，啊，我都讲啊，恁都唔免气噶安尼，赶紧的，恁做好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安抚这百姓，对不对？吼，也2016年，对不对？都做甲，搁变倒转来啊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安尼都。马上变啊，是毋是随出啊？啊，人都甲得势啊，啊，迄都拢无，所以毋免咧讲遐有诶无诶啦。我迄种诶拢袂扶持啊，我甲你讲啦。我甲你，你若安尼生哦，都颠倒造成社会对立啦，知影无？甲恁民进党诶立赢对立啦。你敢有咧想？我拄无讲啊。伫个民主诶内面，凡说恁着民进党诶嘛，民进党诶啊，你讲对毋对啦？凡说民。那个什么，立赢就骂你民进党的啊，对不对？你讲对不对啦？啊，
所以我定定咧讲，阮啊，大家主读遐悬，对毋对？啊，拢无咧想，啊，讲的拢是话，对毋对啦？讲出去都是话，毋是安尼生啦。你爱小仔想一下，爱讲爱有起码爱有一寡道理，毋免讲，拢100%有道理哦，对毋对啦？你起码讲拢哎有啊，有道理。像你蔡英文讲即句，我就认为讲伊人咧讲有道理啊，对毋对？我就认同啊。啊！我民进党，我毋是共阮咧配，啊是安那蔡英文，我有甲赞同，对毋对？阮是咧伊啥？伊对毋对？是甲非？阮伫咧报告即个新闻嘛，对毋对？来分析即个新闻嘛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安尼听诶人毋才会明了，毋才袂互一寡媒体揪起咧行，你讲对毋对啦？是毋是咱最近即件？飞落去对不对啦？哦，我咧讲到有脚有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会去，我会去安尼讲袂，对不对？我顶多会思考讲，哎，这件事啊，到底是安怎？袂像人讲哦，伊骂啊，咱就缀人骂，迄拢唔对去啦。你讲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人不爱食饭，人要去食，要去食迄落，你也要去食迄落哦，对不对啦？你讲对唔对？啊，啊，人的孙安尼啊，人。人在死，你敢要带人去死？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死？那么蔡英文竟然罔顾到这个迫害，根本无得到台湾人的这个支持的，当然啦、啊。但国民党的台湾人嘛无全部咧支持啊！你讲对啊？唔对啦，像恁绿营的，敢有咧支持国民党的？无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这他有啥物花啊？啊，你讲这句嘛拢假讲的，你讲对啊？唔对啦，啊！你的公平正义是化假的啦，哦！啊，佫有网友回复啦，蔡主席赶走陈前总统啦，苏主席啦，赢回。陈前总统呢？啊啊！哦，苏主席赢回陈前总统啊！啊啊！历史会安尼记录啦，啊，这嘛是废话啊！本来历史嘛是安尼记录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唔是干那安尼那样哦，搁较有网友吼、哦，哇！啊，扯出啦，扯出这个台湾话，唔知道要安怎过水我嘛，哈、啊。那么，2012年大选进前，伊的这个，哦，宜昌案啊，无锡改案已经减掉查无。犯罪这个事实啊，并以无起诉这个处分啊，吼、哦，有关留言质疑蔡英文宜昌案落幕，伊讲落幕啊吗？吼、哦，拍一个问号啦，拍一个问号啊，请地台湾人，安尼都爱犯罪。请甲台湾人讲清楚啦，因为伊这写讲请跟嘛吼，啊请地嘛会使安尼翻的啊，对不对？跟嘛，跟着嘛，哦请地。但是伊这专门安尼写，就爱讲请甲台湾人讲清楚啦，哦。所以嘛，才讲有当时啊吼，这种的这个写法哦，有的唔对，有的唔对啦。哦，那么阿哥蔡英文呐、啊，你稍微想想的呐，宜昌案，搁再想想，变案吧，哦，将心比心呐、啊，就是咧讲，嗯，啊，伊个嘛是查无证据咧，查有证据，共款嘛是甲判刑咧，蔡英文共款判刑咧，啊，唔是的时阵安尼变啊。哦，说莫怪啦，所以就是变啊，拢伸手啊，伸入去
抒发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莫怪伊才讲一句啦，那伊若讲一句吼，啊，我就无会讲啊，啊，变啊都拢咧撑手撑入去抒发的，啊，我哪有话讲？对不对啦？啊，伊要判谁有罪就判谁有罪，要判谁无罪就判谁无罪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莫怪啦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？然而啦，哦，嘛有袂少的。诶，这个听蔡英文的这个主张啦，有网友表示啦，我同意变啊，伫个司法上哦，确实受到无公平的这个对待啦。哦，啊，伊这阁是安怎讲？啊，问题就是讲，伊嘛确实做了对不起台湾老百姓的代志啦。哦，啊，阁有身为民进党员呐。诶，这个网友啊，留言伊伫个讲啦，伊考虑啦，啊变啊日党哦，伊就要退党啊。啊，若像这种党员，我认为讲伊有正义啊，伊有正义感啊，就表示讲，啊，你都被人判刑啊，无名誉啊嘛，没有名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干那安尼，搁入去党诶，啊，做一个党员嘛，对不对？无民主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对不对啦？唔免讲啥啦，像有诶犯罪，像迄个时阵安尼啊，刚诶时阵安尼啊，即个啥物嘿啊？哦，迄个啦，迄个同款，阮姓李诶，我嘛讲我足无民主诶。我若无讲，我当伊姓李，甲我这姓李也无关系，我若是哪我无民主，是安怎讲我会无民主？我祖先都勤来勤去，拢共祖先诶啦，你讲对毋对啦？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我若安尼要安尼牵，当然我无民主啊，对不对？同款，阮姓李的啊，你讲对不对啦？啊，李宗瑞有无？啊，是不是安尼是？啊，我是安奈安尼讲，表示讲咱人有一个羞愧心呐、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老实讲的，人有诶是不是讲？请求到尾啊，讲啊，五百年前同一家啦，互你讲对毋对啦？是毋是安尼？同款的祖先啦，你讲对毋对啦？啊，那着什么计较什么呀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我伫讲就是讲，爱看是非啦，莫伫看这个族群啦，迄拢毋对伊啦。哦，啊族群，大家嘛拢同祖先的啦，你讲对毋对啦？啊？来，我看时间到的，我54分，我呢，来，咱到这结束，期待下一回，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，啊，稍等下有第二单元，无第二单元，咱再个再见，拜拜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赢在输。